巧克力，有没有看到我的项链？没有，明明放在抽屉里面呢、啊、是不是放到别的地方去了？我到处都找过了，就是没有。巧克力，你在干什么啦？帮我找一找。你自己都找不到，我怎么可能会找到？这么冷的天你还穿裙子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当然是出去约会了。我的项链你戴上了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借我戴一天呢。巧克力，是不是小豪约了你？哎呀，不要问那么多了，我要准备出门了。硬币不见了。奇怪，是不是掉到一楼去了？怎么可能掉下去，这里又没有洞，肯定是谁在搞鬼。是不是小黑小白？哎呦、你的项链也不见了。我的项链你赔。气死我了，还让不让我出门呢？出来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要在地上了，等一下我也不见了。你们怎么可以乱扔垃圾？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是东西，请叫我地精。你不是东西啊？你是不是想吃狗？我不会吃你们，我来把垃圾还给你们。既然要还给我们，那你一开始就不要拿啊。我也不想拿，是你们乱扔。什么人？那是我不小心掉的，还给我吧。我捡到很多东西，请问你掉的是这个硬币还是这个金币？不是硬币，是金币。能不能先打个招呼？差点劈到我！干嘛劈我？我掉的真的是金币！你说实话啊，不然你要被劈死了！我再问你一遍，这个硬币……别问了，留我一条狗命吧！对，那个硬币才是我的。贪心，你早说实话不就没事了？还有一条项链，请问你掉的是金项链还是玩具项链？玩具项链是我的，你会还给我是吗？金项链也送给你吧。哇，还有这么好的事，谢谢你。你为什么不把金币也送给巧克力？他太贪心了，知足常乐。咦，怎么我们这里还会有地精？他走掉了，你没事吧？还能有什么事？我可是打不死的小狗。只可惜了，没有拿到那块金币。我鄙视你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想要？不要不要，好了吧，害我不能出去约会。